OK， 非常可爱的团体德莱乐团，他们写这首歌，我不想长大，不想长大，哦、怎么样？哦，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surprise， 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再掌声给他们。起冲吧，好，非常好，好，我们的第三组的朋友，他来自独白，说实话他一直很害羞，可他非常认真的学习，不站在自己的歌曲的创作和音，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很高，他也许有一点点容易紧张，我们一直跟他说要享受这个舞台。然后要去感受、哦、我相信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，然后跟大家做分享他自己的心情。这首歌其实很有意思，大家可以看到右边、哦、那我也不多说，我们让易化来介绍他自己的歌曲，我们掌声欢迎他。大家好，我叫易化，我来自土方，然后我今天带来这首歌叫做《我就是我》。选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音乐，然后就是要成为，就是生活一定要有音乐，不能缺少。然后我就是我，对，音乐就是我们的歌词里面提到音乐，我就是我。好，我今天带来歌曲《我就是我》。Time.